作为一个广播主持人，最开心且最享受的事情，莫过于是用声音将美好的事物传递给大家。我是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周明慧。美好的人生，健康是最重要的，因此在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6点所播出的 LOHAS 健康有约节目，我们邀请到营养师告诉大家怎么吃可以吃出健康，邀请医生告诉您疾病的预防，还有中医师将老祖宗的智慧传授给大家，透过养生来拥抱健康，享受乐活。也别忘记了，音乐也具有神奇的疗效哦。在礼拜天早上7点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，你会呢选播了不同曲风的乐曲，从古典到爵士，从原创到跨界，希望带着大家在礼拜天的早晨徜徉在音乐的世界中。